但是希望他們的記者真的要中肯地寫下一些評論，香港再有那些港獨，香港真的永無寧日的。他一個基建，一個說高鐵，一個發展，逢親呢，逢親有發展的他就 要反你的，對不對？香港不行的了，香港已經以前是四小龍，現在還是不是四小龍啊？現在四小蟲，那又不是四小蟲。但是呢，就是這樣說法，我們說沒有人能夠破壞到你香港，是我們自己香港人去搞港獨才破壞到香港，真的。當然他們裡面有沒有收到錢我不知道，你們記者可以真的查一查。我姓邱的。邱小姐，跟你說你現在是做緊嘢定還是？我退休了。退休前做成方便講嘛？哦，我在港鐵業工會的，我是工會的。我哋香港啊，我1954年出世在香港啊，從來未試過咁樣嘅香港，就係呢班港獨，就係呢班犯。你自己有冇話特別支持或者反對港獨思想噶？今日唔係呢個議題，我哋永遠都係呢、這個做咗呢度先，一步步嚟，做咗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先。因為香港點解咁繁榮，係有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。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，所以才有這麼多外國人來做生意，我們才抽到這麼多稅嘛。如果你沒有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，沒有人來做生意，香港就變臭港。你是來支持新聞自由，而不是特別是陳浩天這樣的？我都是支持他言論自由的，只要他說什麼我不理他的。如果他說的東西是犯法，政府會制裁他；如果他說的東西是對，人民就會支持他咯。